今日我哋 JD 咩？今日我哋 JD 支 Wolf Ultra 2040全能喷剂，佢系一支集润滑、松秀、去污、防水、防锈、绝缘于一身嘅润滑剂，真系听到都觉得犀利啊！不如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佢喺家居层面上点样帮到我哋手啦。嗱 ，Ultra 2040里面咧就含有 PTFE， 可以消除各种部件，例如系门窗架位嘅吱吱声啦。嗱，而且亦都可以做到长效润滑嘅功能嘅。咁另外佢优秀嘅毛细管作用咧，亦都可以增强渗透性。比起其他品牌嘅润滑剂咧，佢松秀功能系做得特别好噶。咁就算遇到生锈螺丝，都唔怕扭唔翻佢出嚟啊嘛。咁而 Ultra 2040最犀利嘅功能咧，就系可以为电子产品除湿器啦。佢可以去除电器系统里面嘅水分，改善导电性，而且可以做到绝缘防锈嘅效果噶。呢支 Ultra 2040全能喷剂仲有一个功能，就系可以有效还原金属部件表面嘅亮度。咁而且佢亦都唔含硅咧，咁就唔会伤害到金属嘅表面，用落就更加之安心啦。咁就住以上种种嘅功能嚟睇咧，呢支 Wolf Ultra 2040全能喷剂唔单止系屋企啱用，就连工业用、商用都冇问题啊！